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昨天下午方案是外面的球探室，现在准备起手一架。今天准备调档刷到的，还好我可以卖个500以上。走，那我们家准备加起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期待今天能够刷到发财啊！走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了啊，这一排过去都是。走，那我们现在准备来送一下。兄弟啊，里面有一个上鱼，哇，系得很紧啊！你看，练，怎么样？这是不是有一个上鱼？系得很紧啊！哇，你看，哇，系得很紧哦，看来今天不错的节奏哦。拖一个，刚来就让我刷到上鱼了，可以。这个里面没有。哎，这里面有一只花蛤蟹，哎，你想往哪里跑？这只花蛤蟹个头可以啊、哦，还可以。哎，又是一只花蛤蟹，这个个头感觉有点小，太小了咱们就不要了吧啊、哦，要求你爷爷奶奶过来。喂。哇，你看，红母蟹，哎、欸哦，你想干嘛？你还想往那里跑？这么豪横，哇，看来今天真的要发财的节奏来了。你看，红母蟹都让我抓到了，很肥。现在这个季节，在我们红母蟹上，我们这边一斤起码可以卖个180左右，是不是？对，也是红母蟹，可以哦。这次够大吧？应该有个6-7两，不错哦。今天第一次清蟹，哇，看来今天果然可以的，哇，你看。里面已经站一个那个红木蟹在打架了，估计是能够有的一拼。那我们不管他，在上鱼头前面。哎，上鱼还想趁机逃跑。这个里面还是没有。哎，又是一只花蛤蟹啊、哦！来，是不是风不够顺了？我帮你一把吧。比刚刚放生的那个要大一点点，是一个赤霞红，挺肥的。来，接着来。喂、哎，又是一只青蟹。哇，青蟹这么多。哇，看来可以啊，你看。来，我给你提个小，看一下，哇，不错哦，差不多一个4到5两吧，差不多，又是一只青蟹哦，来呀，接着来哦，哎，这个里面还是空空的，还是没有空空的，花甲一般都好好的，每个都有就发大财了，每个都那真的发大财了，哎呀，接着来呀，这个还是没有，兄弟啊，你看。你看，对，你没有看到大上鱼的爪子啊？你没有看到？哇，看来今天真的要发财的节奏！你看，我直接给你掏出来吧。喂、哎，还记得这么细？哇，这个上鱼够大吧？出来吧！哇，你看，等，我直接给你倒出来吧。我挖出一个的，哇，你爪子还被我扯掉了。你看，这个是那上鱼，我们把它爪子扯掉了，它爪子还是会动的，因为它能有那个神经。没有，喷水出来。喷水出来了，哎，你看，出来吧，还不肯出来。出来吧，哎，怎么样？够大，这个上鱼够大吧？够大，个头不错啊，起码有个1斤半左右，看来可以啊。今天要发大财的节奏已经来了，哎，这里面是一只赤脚啊，那个哦，你看吧，个头不大，你还挺凶的，从你后面给你抓住，你还想干嘛？这个个头不错啊，我们可以抓走，大青蟹，大红母蟹，还是空空的。喂，哇，干嘛？你这样干嘛？我直接给你糊住，你这样干嘛？又是一只青蟹啊！那就往哪里跑？这只也不错啊，差不多有个三两多吧，3-4两，也可以啊。哎，又是一只花蛤蟹，都到我的头里面来了。这个个头还不错啊，他们可以带走。还是空空的，还是没有，奇怪了，连续好多个都没有了。兄弟啊，你看，他们地笼里面有一只青蟹，有，这个个头还可以啊。对的，那什么不计分的，那是别人下的。对呀、啊，接着来，还是没有。哎，又是一只青蟹，那可以，你想往哪里跑？哇，看来这个今天又发大财了啊！兄弟啊，500以上肯定是有了。有了，这个是。挑战了这么久，终于让我挑战成功了啊！今天可以，你看，又是一只红母蟹。哇，你看特别肥，可以啊、哦！大金蟹或者大鲨鱼再来一个啊、哦，那就更发财了。哎，这个里面空空的，算了，就是小螃蟹，你看，现在已经全部收完了啊、哦。走，那我们赶紧拿上岸去买吧。现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天也快黑了，太阳一旦蓝就黑了。对，今天可是我发财了啊、哦！半桶，走，现在我们已经到岸边了啊、哦，这时候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什么收获了。今天收获还可以啊、哦。大青蟹、红母蟹，来，让我抓到有两只，
今天光抓了这些青蟹，有个两三斤吧。对、啊。两三斤这个红目蟹，在我们这边一斤起码可以卖个130-180以上。然后还有这能上一个跟一些那个四角红、花蟹之类的。今天收获挺不错的啊，基弟啊。今天这些我估计起码可以卖个600以上，应该是有的。今天收获真的挺可以的啊。挑战了这么久，终于今天让我挑战成功了。大家如果觉得跟阿峰一起挑战赶海好玩的话，那欢迎大家过来跟阿峰一起挑战赶海哦。走，那我们准备带回家去卖大钱了。走。刚刚我打电话问一个老板，一个老板说那个他有了两只，那两只红目蟹给他留着。因为这个季节他那个红目蟹他比较抢手，也是最好买的季节。走，那我们赶紧带回家去卖钱吧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哦，拜拜。走，回家卖钱。